外遇了。啊 ？What？ 哇！你知道男生难免会追踪一些 IG 的网，所以那个女生是身材好还是长相美？就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就犯下了这个错。因为我后来有公开道歉，我还在我家下跪直播给大家看。你有跟他发生关系吗？有六次啊，所以才会需要下跪。你婚姻到底有什么状况？太惨了吧！前一阵子真的有发生一些状况，然后怎么了，老师？老师，你赶快讲完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重。焦点人物，我们要好的专访。反正就是我之前做一些事情，惹他不高兴。然后其实很什么事？就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什么？我外遇了。啊 ？What？ 不是，等一下啦！等一下啦！你不要过来抢抢专访哦！老师，你等一下哇！我下风，我现在下风了哇！你等一下，你不要跟我说你爱上音乐，重新爱上音乐，也可以这么讲。哦哟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是真的啦。后来关系不太好。你跟谁外遇？路人吗？就是反正 IG 聊天。你在 IG 上面绑嘞？真的假的啦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成名了。因为成名了，也没有怎么认识的，快起身转和讲快一点，因为好多人想讲。本来就有精彩哦，本来就有在，你知道男生难免会追踪一些 IG 的网。所以那个女生是身材好还是长相美？就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就犯下了这个错。有约出去吗？但就是有，然后还有还等等老师还做效果没有？老师不要告诉我你们有发生什么事。有六次啊，小鱼，你的歌吧，对，是我的歌，对啊，想了你六次，想了你六次啊，对，真的六次。那我不应该，那我应该把那首歌下架。好惊哦！等一下，你现在跟我开玩笑还是讲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后来有公开道歉啊，我还在我家下跪直播给大家看。你有发生这个事情？对。等一下，所以王 A 的你也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抢什么镜头啊？对啊，你关你什么事啊？控制不住了。你的 part 很精彩。对，所以老师你先 hold 一下，你先讲实话，你有跟他发生关系吗？就是有啊，所以才会需要下跪啊。然后你老婆怎么发现的？Uber 的那个做 Uber 的记录啊。Oh my god！ 位置不对，因为他删不掉，其他讯息都删得掉啊，这 Uber 记录删不掉。要小心啊！其实所以不要做 Uber， 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5688啦，五六八八车就好了。你干嘛要发生关系几次？就六次啊！不要讲那个歌名。真的啦，真的啦。然后后来是老婆有要离婚吗？就是当下是非常生气的啊！我们就好，因为其实我小孩年纪还很小，所以老婆很伟大啦，就是为了小孩的关系，就是先原谅你。我不敢说原谅，因为我在还在熟睡当中，真的是现在还在。对，然后所以那一天就是你这个很严重。我刚听到鼻涕差点用鼻出来。所以老师，你不是在做效果？没有，因为我来这边基本上就是以素人的角度来嘛，我们也不太会演戏什么的，我们就有什么讲什么。所以你现在还可以上玩 IG 吗？我还是有玩，但是因为我所有的手机账号密码全部都公开了。你敢发誓说你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吗？当然我现在一定要这样发誓，要不然我会没办法过得下去。